Jimbaran. Jimbaran. 接着我们来认识一下紧贴着机场以南的金巴兰。金巴兰以其美丽的海滩、丰富的海鲜餐厅和浪漫的夕阳而闻名。这个地区有一些的高级度假村和别墅，是度蜜月和浪漫之旅的热门选择。您可以在金巴兰的沙滩上享受日光浴，或尝试当地的新鲜海鲜料理。这些餐厅提供一种独特的用餐体验，尤其是夕阳时分，金巴兰的海滩上会点燃浪漫的烛光晚餐，适合家人朋友，当然夫妻和情侣更是加分哦。除了沙滩夕阳，金巴兰还有两个特别的景点，分别是神鹰广场 GWK Culture Park 和岩石酒吧 Rock Bar。 这个神鹰广场是巴厘岛上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文化公园，这个公园以其巨大的神鹰加湿婆神的雕塑而闻名，这是一座接近30层楼高、75米的巨大雕像。除了壮观的建筑，您可以在这里欣赏到各种巴厘岛传统艺术表演，探索巴厘岛的历史文化。另一个不容错过的地方是 Rock Bar，这是位于金巴兰的一家独特的落日酒吧餐厅。这个餐厅建在沿岸上，有着壮观的海景，您可以在这里度过一个浪漫的傍晚，欣赏日落和海浪拍打岩石的美景。这是一个令人难以忘怀的景点之一，在您的金巴兰之旅中，不妨考虑参观这两个特别的景点，为您的旅程增添更多难忘的回忆。金巴兰地区最具特色的住宿选择就是滨海的五星级度假村，这些度假村提供了豪华、舒适和壮丽的海景，是旅客再度过奢华假期时的理想选择。在这些度假村提供无敌的海景、私人沙滩，当您再度蜜月、庆祝特殊纪念日，还是只是寻求一段奢华的休闲时光，金巴兰的滨海五星级度假村都能提供一流的服务和不可思议的住宿体验，可以参考一下我们在底下连结的介绍哦。对了，在这里提醒大家，巴厘岛发生交通阻塞的情况还蛮常见的，你们来到巴厘岛旅游最后一晚，最好住得离机场近些，像是机场以北的库塔或是机场以南的金巴兰，这一带有最多的伴手礼名店，可以最后一天逛逛，也不用担心赶不上回程的飞机哦。